叫做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。2009年的时候，他应《天下》杂志的邀约来到台湾，我去跟他，我看到你的，这张照片是我拍的了哈。你要演，你要演故事啊。你的故事是什么？你要讲啊，阿炮。你要讲你的是什么故事啊？被看见，还有一个网站非常的精彩。哈。不过因为都是阿炮，你要讲啊，你要讲什么故事啊？我没有外语能力的时候，我在旁边还要翻译。兔子是不是要吃熊熊？了解。熊熊是不是要吃兔子？英文，好。然后呢？好不好吃？增进自己的能力，所以我们故事馆再过不久 ，Lisa 要来帮忙做一个儿童的英文的读书会。那欢迎大小朋友有兴趣的人，他打他，增进我的语言能力。打。那这个先生打，然后他在走路，你演他在走路。然后走路走走走，然后跌倒。然后他想要问台湾人说，我们要成为难民？再走。世界的难民还是世界的公民？跌倒。因为我们的温度只要再上升一度。现在。